Hello， 各位大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强。戏中呢，我演的角色是黄超群。最有印象的一场戏是，当他听到阿布的求弟弟，看能不能帮哥哥一把。当我听到的时候，我走过去，那时候妈妈的眼眶已经泛泪了。其实那个时候我眼眶也已经泛泪了，我就把眼神撇开，因为我在看他的眼神，我真的会哭出来。阿宽，9月23日起，每晚8点。